玩狼的话要注意一下，因为前面那个山洞啊是没有生火的地方的，我们需要捡点石头。老规矩，先把煤都给拿了，煤以后能做炸药桶啊，可以拖延好人的进度。哎，这边就有骨头了。这里因为游了一段，温度非常低。我们看一下，好人都已经回船了。里面有一只食尸鬼，把它打掉就行。这样子身上有个肉啊，也能回点温度。